今天要分享的是 Sika 的精品 R1，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或异界生活了。然后是一个女仆装版的雷姆，我的美工刀突然间不见了，那就直接用剪刀了。找到了，用刀子。看里面是这样，算是保护的还蛮好的啦。基本上现在精品好像也没有什么涂装上的大问题。有一个底座，底座是这样，然后底座上面是一个紧致型的黑白格子啊，然后底座脚架部分，因为它是直接扣上去的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脸是这样，再亮一点，脸是这样啊，算涂装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后面是这样，转一圈，然后下面是这样，看得到三角裤。侧面是这样，然后个人是觉得他这个右手这个姿势非常的有势啊，感觉还蛮适合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让他拿着的。就转一圈给大家看，然后左手是拿着一个托盘的，后面是这样，侧面是这样，上面是这样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啊，这组好像还不错。